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11页啊，511页，倒数第四行，相光普摄。这一章，这第21章，也只有一愿啊，就是42愿，彻照十方愿。请看经文：我作佛事，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就啊。在这一愿里面，我们看到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光明遍照，这个里面含的意思，极乐世界广大没有边际，实际上十方世界都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啊，光所照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势力范围啊。佛的势力是教化众生，那这是说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是决定的，不会落空的啊。这个48愿前面所说的种种一真庄严都不离光明。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42，彻照十方愿。广播所居佛刹就是极乐世界。广博严净啊，广博宽阔无边的，严净庄严清净，光影光明戒影，彻照无为不显，无缘不见啊，无为不显呢，现在科学讲的微观世界，无缘不见的就是宏观的宇宙啊。今天科学就走这两个阶段啊，这两个阶段我们知道，无论怎样，穷严发展都达不到阿弥陀佛的边际，达不到极乐世界无为不显，无为不显重重无尽啊。这个里头最微妙的就是一切诸法无不护摄，啊，所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粒微尘具足无量无边世界，
一真庄严都在其中，而且重重无尽，就是此地无微不显的意思啊。所以彻照啊，西游涅槃经曰，譬如水中生于莲花了，非为西游啊。水里的莲花是常见的，不是西游。如果火中生者，是乃西游啊。火光里头生出莲花，这个就西游了。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洁如镜，照见十方，如观经中大势至菩萨天冠啊，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有五百宝花，夜夜宝花了有五百宝台，夜夜台中呢设方诸佛，净妙国土广场之相啊，皆于中现，这个就稀奇了，就稀有了。啊，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相貌形式完全相同，不一样的就戴的帽子不一样啊。大势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啊有一个宝瓶，观世音菩萨帽子呢有一尊立佛站着的佛像啊。这个造像啊要注意，我们看到很多观音菩萨帽子是有个佛像，但是是盘腿打坐的，不是站着啊。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经上讲的是立佛站着的佛。这夜夜了都在表法了，表法是无比的稀有啊。这个十方诸佛净妙刹土广场之相，都在这个花里面出现了。五百宝花，每一朵花里面都出现圆满的十方法界诸佛刹土啊。这是在菩萨帽顶上啊看到的。故知彼土小大相容，光狭无碍，这完全是华严境界啊。菩萨帽子里面的花小啊，你看头顶上一顶帽子有五百颗宝花，宝花不大了，我们能想得到啊。而宝花里面有花台啊，这个像莲花一样啊，它里头有莲蓬，莲蓬上有莲子啊。那么每一个莲蓬都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相。啊，所以
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跟华严一样，圆满具足实相啊，事事无碍，离事无碍啊，这个没有，我们今天讲没有对立，啊，大能容小不稀奇，小能容大就很稀奇。啊，一个花台里面能容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这个很稀有啊！啊，这是小中容大了，啊，大小互容啊。光霞无碍，设法界诸佛刹土光，这一个花台下，它没有障碍，一毛一尘，这再说到更小的，啊，毛是我们的汗毛，毛端、尖端的最小的地方，啊，一尘。尘是讲微尘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光子、微中子，就讲这些东西啊。微中子应该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它不能分，分就没有了啊。现在科学家就到这个地步了，真的。把微中子再一分，没有了。出现什么呢？出现是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是意念。啊，跟法相中讲的完全相同。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物质是从心想生变现的。啊，现在科学知道物质的基础是什么？是念头，意念。换句话说，没有念头啊，就没有物质。啊，这个是最近30年才发现的。啊，我们看到啊，这80年科学的进步。啊，80年前刚刚发现原子。认为物质里的最小的就是原子了啊！可是这些科学家不死心，再把原子分啊，原子一分裂的时候，发现了有电子、有核子、有中子，就发现这些东西啊。那再分啊，一直分到最近，发现呢啊，这是。德国普朗克所说的啊，他是专门研究物质，到底物质是什么啊？他的一生也值得，总算满了他的愿了啊。物质是假的啊，所以他有个结论，下了个结论。根据他的结论，宇宙之间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幻想。啊，跟佛在大乘经里面讲阿赖耶的三细想。啊，意念不绝，从本性里面现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有三个现象，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家宇宙的基本的三个现象。一个是能量，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啊，
一个就是这个信息，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就是念头，信息就是念头。啊，第三个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啊，通常也讲心心识四分，八识，每一个识，每一个心所都有四分。啊，这就是它怎么构成的，是这个四分构成的。它有自证分，自证分就是本体，就是能量。啊，它有见分，见分就是意念。它有相分，相分是物质。还有一个正自证分，你怎么知道有这些东西？那正自证分是什么？是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不是外来的。啊，科学家也发现了，他人有一种本能。啊，因为他有一种本能，他知道很多宇宙的奥秘。啊，比如讲啊，三细相就是宇宙奥秘。啊，他们并没有什么科学，他怎么也知道。所以科学家讲，这是人类的本能。但我们现在人呢，把本能迷失了，他们没有迷。所以他们还起作用。那如果科学家说本能呢，那就可能就是四分里的正自证分。那本能怎么会迷了呢？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能力就不现了，就不见了。啊，但是啊，绝对不是失掉了，不是的。佛法讲的迷失，因为你迷失障碍，让你的能力就是智慧不能现前。如果你把障碍放下了，能力就恢复了。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晓得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你的本能就是正自正分就能现前。那正自正分现前，对于宇宙怎么起源的？啊，物质现象从哪来的？精神现象从哪来的？啊，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来，全都了解了，通通都明白了。啊，那么这些问题，科学跟哲学几百年的探讨都没有把这个根源找到。啊，现在找到了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佛法里面讲第二义，第一义是科学哲学永远找不到的。啊，什么原因呢？佛说得很清楚，第一义不能用心意识，啊，不能用第六意识，第七是阿赖耶，统统不能用，因为那是妄心。妄心，你他的这个范围，只能到妄，妄能知道妄。妄不能知道真，啊，所以在阿赖耶的范围之内，他通通能够知道。啊，这就是今天科学跟哲学的进展。啊，差不多快到边际了。啊，再不能突破了。那再要怎样知道呢？经教里头佛说得很清楚，为正方知。那你就靠正。啊，怎么个正法呢？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真的了，你就知道了。那用妄想分别执着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科学家跟哲学家能够把思考啊，把想象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他就真的了，真相大白啊。于是我们问了，佛怎么知道的？佛没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没有这么多精密的仪器啊，为什么他知道？他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亲眼看见的限量境界啊，不是比量，限量境界啊，亲自看到的啊，宇宙的根源啊。所以科学的发展是越来越接近佛教。啊，现在科学家呢没有接触到佛经，这里都有个障碍。障碍是什么呢？误会，认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啊，不愿意接触它，障碍在这里。啊，如果一旦接触了，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用这么多的这个心思时间所发现的。佛经上全都讲清楚了。啊，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所承认的，人类有一种本能。啊，这个本能就是心生所四分里头的正自正分。底下说往生论曰，往生论里头有一句话说，宫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呀。前面举的例子，观经例子，大势至菩萨帽子上花花台，能现十方刹土。前面我看到的菩提树，树能现十方刹土。现在呢，现在广深的人讲的，他们住的宫殿住的楼阁也能现十方诸佛刹土啊。换句话，在极乐世界，你想看十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刹土，在极乐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啊，光中都能现这个境界，而且肯定知道我们自己生生世世啊，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在哪个世界住过啊，得的是什么样的身体，干的是什么事业，全都知道啊。啊，能看到自己，也能看到别人，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啊。我们要晓得这些事情，啊，真的要知道了。极乐世界能不去吗？换一句话说，不到极乐世界，永远在糊涂下去。那我不想过糊涂日子，我想样样都明了，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那
那如果要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我想样样都明了。我想明了我的过去未来，我也想知道你的过去未来。到极乐世界就办得到啊，不是假的。谭鸾法师的注解《往生论注》，谭鸾法师注的，这里有五句话：如净明净，干净的明净，十方国土，净慧诸相，善恶业缘，一切悉现。谭鸾法师在《往生论注》里头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医报无论是正报，前面举的大势至菩萨是正报，举的宫殿楼阁是医报，举的菩提树也是医报，无论是正报医报都放光明，都能够显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事啊！佛不必跟你讲啊，叫你自己去看呐、啊，这多神似啊！啊，讲未必能讲得清楚。啊，让你自己亲身经历，你去看，你就全都看明白了。啊，光中显示出来的境界，你不但可以看，你可以能够走进去。啊，我们今天电视做不到啊，电视我不能进去啊。啊，极乐世界现的像，你能够走进去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就全到了，是真到了，不是假到了，你能够见佛。能够供佛，能够听佛说法，啊，能有疑问，能够向佛请教，啊，那个世界还有很多苦难众生，你也可以帮助佛去教化，啊，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比天堂殊胜的，天堂没看到这个境界啊！我们想想，一切这个世间宗教所说的天堂天元，他们最后居的乐园的时候，在极乐世界全都看到啊！无论你想到哪里去逛逛啊，去参观，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肯定了，相信了，那你就不能不去，那非去不可。又《华严经》云：“譬如明镜发光啊，金玻璃镜。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古时候经典里面所讲的玻璃
我们现在人讲水晶啊，古时候的玻璃水晶，所以它是七宝之一啊。经典里面讲的琉璃，大概是现在我们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硬度很高啊，绿色的玉啊，都是透明的啊，叫金玻璃晶。玉十世界等，这个量多大了？这个玻璃晶跟十，我想应该是十方，跟十方世界相等，所以十方世界全照在里头。玉比镜中啊，那个见无量刹了啊，一切山川，一切众生，地狱魔鬼，若好若丑，形类若干，习于众心。在《华严经》上说的，华藏世界所有的东西，极乐世界有没有欠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极乐世界是法藏菩萨参观考察，210亿诸佛刹土，210亿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啊，210亿表什么意思呢？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说，法藏比丘曾经参观考察每一个诸佛世界，一个都不漏。所以，华藏世界在其中。华藏世界里所有的这些精华庄严具啊，极乐世界也统统都有。它是极一切诸佛刹土精华的大乘，对，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么回事啊。啊，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精华最美好的，它统统具足，所以这个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啊，哪个佛世界都不能跟它相比。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华严经里面世界成就品是讲一般世界怎么成就的。啊，我们这一部经里头详细说出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我们要知道啊，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凭着自己想象成就的，不是。啊，到处去参观，到处去学习。啊，去收集这些资料，啊，这样成就了极乐世界。啊，世尊把他过去发愿，愿是怎么来的？就是考察诸佛刹土里面来的。看到人家好处要，啊，不好的地方不要，
看到诸佛世界里头有六道轮回，有三恶道，他不要。啊，看到这个诸佛世界修行人有进步有退步，啊，进得少退得多，这个现象不要。啊，所以怎么来的呀？愿是这么发的，不是凭空发的。啊，这四十八愿。啊，无界的修行，发愿不是一次发的。啊，看到什么要发一个愿，啊，过几天看到一个又发一个愿，他四十八愿多少时间完成的？无界完成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啊，很有道理啊，不是在家里想先设想我构图我要是怎样，不是的啊，借取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所以这个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道理在此地啊，这一桩事情确实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了，没有一尊佛像他这样子搞法的，没有啊，像他这样搞法的时候只有法藏比丘一个啊，成佛没错，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都成佛，大家一样持续成佛，因地法愿修行不相同，所以到成佛他显示出的世界也不相同啊，与这一尊佛因地修行法愿有关系啊，理上完全一样，事上不一样啊，我们这样子了解，对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怀疑了啊，那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极乐世界所说的啊，在这个大圆经里面见无量佛刹，一切山川，这六道里的事情啊，一切众生，这是六道众生啊，最苦的地方地狱魔鬼啊，若好若愁，这个是整个六道的包括，行力若干，西域中心全见到了。以上的经论见明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啊，全都照了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啊，到极乐世界我们都受用到啊啊，像在这个时期这些科学家发明这些高科技啊，网络电视我们得到受用，他发明他制造我们享受到了。那么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阿弥陀佛愿力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他到处都制造出来了，我们到那里去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啊，都能见到十方诸佛刹土
啊，十方世界的信息，你全部都能够收到。啊，收到了干什么？收到了哪个地方有苦有难，就得去帮忙，就得去救灾，就这个事情。菩萨没别的事情。啊，真能到吗？能到，随念即到了。为什么？法界虚空界，诸佛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生出来的？从念头生出来的。啊，谁的念头？自己念头。啊，不是别人念头啊，自己的念头跟别人的念头是从一个离体里头生出来的，这个离体就是自性，贤首过师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是共同。啊，我们也叫自性，也叫法性，也叫真如，也叫实相，也叫大涅槃，名称很多，一桩事情。那，一桩事情，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这么多名词？叫你不要着名字想，你叫他什么都可以。啊，他本来没有名词。他本来也没有现象，名跟相都是假的，怎么说都可以，你要懂得他的意思。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学佛要懂得立名自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啊，这三种相你都离，你就是发身大士。啊，谁能离呢？十报土的人能离，十法界的人没有离。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能够离，重的出不了轮回，轻的出不了十法界，通通都离了，超越十法界了，你自自然然的到十八土去往生了。啊，你有这个条件，那是你的境界。啊，然后我们才真正理解到佛法的真正功夫就是放下。啊，就放下就是啊。再看下面讲的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众生广义的来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啊，这是众生两个字的本意。啊，那是什么？所有现象都是众生。物质现象众缘和合而生，我们起心动念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自然现象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啊，众生范围太大了啊，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啊。啊，下义里面呢，那就是指的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现在称之为动物，动物是有感情的，有情众生称为众生，这个里头狭义跟广义我们都要知道。经典里头有些地方指广义，有些地方指狭义，要看上下文。那么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你到极乐世界，这是个非常非常稀有难得。十方世界有没有心？有。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就有啊。也能看到这个十方诸佛刹土啊。可是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那么清楚，那么透彻。为什么原因？原因是法藏比丘参观考察诸佛国度里头很用心的，一切诸佛成佛没有这一道手速所以那是自然成就的，这是特别有阿弥陀佛加持的事在里头，他特别用心用心去选择所以呢，这个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看到极乐世界这个光中显现的十方刹土，看到这个相悉皆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此心稀有如火中莲故曰生稀有心。这太难得了，这个不是假的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的兑现起作用了诸佛世界有没有这种特殊的加持力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特殊加持力量，这个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六尘说法，这什么原因？他一定看了很多世界，许许多多世界一些众生都是迷惑颠倒迷失自信的时间太长，染污太严重，糊涂悟性提不起来，又很健忘法藏菩萨就想出这个方法，到他那个时间六尘都说法，让你怎么让你听法学习永远不会中断这个很厉害，这是什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决定成就又何况他自己现身说法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没中断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你去，他都在说法。为什么永远说不完？现在我们晓得
每一天新来的有多少众生，每一天毕业出去的多少，像学校啊，天天有毕业的，天天有新生进来，而这些人都是来自一切诸佛刹土，你晓得他一天多少人？啊，就是给我们说同样的法。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同样一法的时候，给你说上一千遍，你听上一千遍，自然就开悟了。啊，在这个世界，你到哪里去找个老师跟你说一千遍？给你说三遍的老师都找不到，何况说一千遍啊。孔老夫子喜欢教学，你看他有条件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不教，太笨了啊。阿弥陀佛收啊，孔子不收啊，阿弥陀佛收啊。啊，阿弥陀佛很耐烦，天天给你讲，一直讲到你开悟，啊，你开悟就毕业了，啊，你没开悟，天天听，天天学，啊，永远不中断，这个法子妙绝了，啊，我们现在享受的是科学技术，依赖科学技术。如果有一天科学技术没有了，我们怎么办？有没有想到？回到原始石器时代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啊，可不可能呢？有可能。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技术？佛菩萨懂得，连最奥秘的宇宙的缘起，他一清二楚。为什么不发展科技？再想想世界上远古许许多多的族群，他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资源啊，让现在量子力学家感到非常惊讶啊，他们才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典籍里头就有记载？他为什么不搞这东西？现在我们有一点明白了，搞这些东西，世界早就毁灭了，不搞好啊。啊，不搞这个社会进步，它是自然的。啊，自然的发展，它很慢，但是它很有秩序，它不会出现问题。啊，而且每个人严守道德的规范。啊，科学技术搞得太快了。啊，只顾到这一方面，把些伦理道德啊新鲜东西统统丢掉了。这一丢掉，灾难现前了。灾难从哪呢？不善心行变现的。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科学怎么能比得上人家？
人家一点乱子不出。这个我们想想呢，什么原因？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佛天天在上课，不是中国老祖宗讲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科学技术发的比我们还高明，他不出乱子，天天上课。我们今天光搞科技，伦理道德通通不讲了，心性之学不讲了，乱子出来了，出来之后没法子收拾。我们在佛经上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今天受这点科学的这个好处，这点利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怎么能比呀？他比我们进步太多了。我们今天电视需要人去拍摄，他不要啊，他不要人拍摄了。他能把释放的这个境界画面的时候射到自己这个画面里头来，他不需要那些工具，六尘都放光，光明世界，光不要两赖日月星辰灯火，不需要两赖，人生放光，所有物质都放光，光非常柔和，不刺眼睛。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夜晚？没有。永远是白天。那极乐世界人需要睡觉吗？不需要。精神饱满，永远不要睡觉，永远不要吃东西。永远身体干干净净，也没有这个丝毫染污。你就知道是我们这个科学怎么能跟人家比。科学家要听到的话，我相信他马上就发愿求生净土。这真的实实在在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看到极乐世界，彻照十方之相的现象，都能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菩提是觉悟啊，就是样样都明白了啊，样样都通达了，没有丝毫障碍了。此心稀有啊，如火中炼。古云生稀有心，因生此心，故宋矣。许曰：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上真等真觉，那就叫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用一句俗话来说，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叫无上菩提。这个话说是谁相信呢？世间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他头个不相信。他不相信就永远不能证得。谁能证得呢？相信的人能证得。为什么相信人能证得？华严经上佛说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修行他能证佛。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净土宗所根据的理论，
修行成佛这个理论，观无量寿经佛啊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佛是佛，就是你自己的真心，你的真心就是佛，你的妄心就是魔。跟你说老实话，魔跟佛是一不是二，迷失了真心，那你就是魔；觉悟了真心，你就是佛。佛是你，魔也是你，你不是佛就是魔。啊，我们今天的真心在迷啊，不是在觉悟啊。啊，如何转迷为悟？这就是大乘佛教。啊，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教学。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做教学工作。啊，教学能帮助众生。破迷起心。然后再转迷为悟。啊，究竟圆满的觉悟就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真的了。这就圆满了。啊，圆满回归自性。净土里头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圆满的回到常寂光了。功德圆满了。这一愿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43愿。宝相普寻愿。我作佛事。下从地基，就是地面，上至虚空，啊，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七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一章，一章呢，也就讲一愿。啊，在24章里面，排列是第22章。啊，48愿里面是第43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第43章啊，第43愿，宝相普熏愿。会议书为此界经营遂发挥无旃檀之相，这个辉就是光辉啊，经营
有光辉，但是没有香气。尘世虽以熏香，尘香色香啊，虽然熏拂有很浓的这个香味，但是无诸欲之光啊，都有欠缺，不圆满呢。啊，极乐世界它是圆满的，啊，它不一样。今极乐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庄严、清净的放光又美丽，啊，它统统具足。啊，不但如此呢，有妙香芬芳。啊，他有妙想啊，普熏十方，广作佛事，故称奇妙。这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妙想普熏十方，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闻到？不是没有，真有，是我们自己有障碍。极乐世界的宝香我们没闻到，极乐世界的光明我们也没有见到啊，其实都有，都是真的。我们念佛的同学确实有见过，啊，缘成熟他就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闻到异象，啊，一般闻到异香的机缘比较多，啊，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为什么初学的时候会闻到？初学的时候心很沉，啊，心很清净，啊，诚心诚意的诵经念佛，会闻到这个香。啊，老修说，老修心里乱了，诚心不像从前，退了，啊，念头也杂了，啊，所以这种瑞相呢，就没有了。啊，如果真正恢复到清净心的时候，你又发现它又有了，啊，由此可知，佛光。妙香从来没有见到过，真的是普熏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有意去求。我想见光，我想闻香，这是什么？这是妄念，这个妄念正好是障碍。没有妄念的时候，境界能显现；有妄念的时候，妄念把境界障碍住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那我们闻到了，见到了，要知道见如不见，
文如不闻，啊，用不着到处去宣扬。我们的圆公大师，啊，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今天要往生，告诉大家，啊，往生说第四次，佛来接引，而且连摄有很多早往生的人，都在佛的身边。啊，缘成熟了，他该走了，才说出来。啊，现在人不行啊，沉不住气，还不知道见是真的是假的，就到处宣扬了。啊，这个到处宣扬不是好事情啊。啊，正因为你沉不住气，所以佛不现身给你看，现身给你看，你就到处造谣言。啊，真正见到的，就像圆公大师一样，他不会跟你说的，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觉重要啊！佛一现身，马上就把你扰乱了。哦，你就自以为不得了，我这功夫不错了。你看佛，我都看到了。啊，这个念头一生呢，全功尽弃。啊，佛很爱护你，不示现给你看的，知道你受不了。啊，所以佛现身给我们看，不现身都是大慈大悲。啊，我们真的有这种定力了。啊，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可能你就会常常看见。啊，但是决定不能说，说就错了。啊，要记住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光是虚妄，相也是虚妄，但是它真有。虚妄上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分别它，别去想它就对了。今极乐世界啊，一切万物庄严清净光明美丽啊，有妙相吩咐，普熏设防，广作佛寺，故称奇妙。这个佛寺就是帮助众生觉悟，这叫佛寺啊。现在一般人，这一般这个社会大众啊，把佛寺误解了。啊，佛经上讲的佛寺，就是佛的教学。啊，帮助众生开悟啊，这个叫佛寺啊。如《华严经》欲向长者，啊，阿那婆达多持鞭，出沉水相，名莲华藏，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香气普熏阎浮提劫，众生闻者
利益一切罪，戒贫清净。阿那婆达多智，有人说，这个智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顶上。啊，有这个沉水香，这翻译中国名字叫莲花藏。啊，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麻是芝麻。啊，这么小的一粒。烧这一碗香，啊，香气能普熏阎浮提界，这个后头我没有看，不知道有没有。在中国，有这个传说，啊，根据我不知道，以前老和尚讲给我们听的，啊，哪个朝代也记不清楚了，啊，印度有一位高僧，到了中国，啊，带的有这个宝相。这个香有多少呢？四两，献给皇上。啊，献给皇上东西，至少啊要有一斤，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四两不接受的。啊，那么这个法师就把这个香呢，是大概是一炷烧了一炷。整个长安城都闻到，它真是宝香，就接受了，就接受了，啊，所以这一个程序大概差不多有三四十里的范围都能闻到这个香。啊，这的确是稀有啊，我们想到啊，这样的珍奇东西出现，人民有福报啊，它才会出现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出现？现在出现的是核武啊，这些东西不能出现，人心乱了啊。古时候人心是定的啊，古人的思维是有范围的，有界限的，总不能离谱啊。中国自古以来世世代代教学，让你起心动念不能离开物伦无常思维八德，这标准呢、啊？啊，所以说不离谱啊，就是不离这个标准，上下差一点没关系。现在这一种没有了，完全没有。啊，提起了没人知道啊，这是什么呢？100多年，
不讲了，不学了。啊，这个事情慈禧太后开始，啊，他不重视传统文化，他也不尊重佛法，啊，自称为老佛爷。满清从开国，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都称佛为老师。啊，他自封为自己为老佛爷，把其他的佛菩萨都摆在文殿旁边，这成什么话呢？上行下效啊！所以四代富阶级，今天讲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法，那个尊重的心就降温了啊，还是有尊重，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尊重啊。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动乱，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抗战之前，社会上还有少数人在讲，有少数人在听，没人真干了啊。抗战之后啊，讲的人没有了啊，在国内国外的时候没人讲了，非常稀少啊，一两个，大概听众也不过二三十个吧摔到极处啊。啊，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他懂得。啊，所以汤恩比博士的英国人70年代的时候居然提出来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传统啊，这个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就提出这么话出来啊。英国人呢，这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啊，中国人不知道啊，在外国人知道也不多啊。他的话，我在2005年、2006年访问伦敦啊，去看欧洲汉学中心啊，牛津、剑桥跟伦敦大学啊，我跟他们交流我问他们，这些都是用汉学写博士论文，里面还有一个用无量寿经，用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写他的论文写报告。我说汤恩比博士的话你们能相信吗？啊，这个话呢问别人不行，问你们可以，你们专门研究汉学，研究儒释道的吗？啊，跟他们交流不需要翻译啊，他们讲的一口北京话比我还标准啊，他们能读中国的文言文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我问他汤恩比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们不敢答复啊，对着我笑笑了半天。我反过来问，那汤恩比是不是讲错了呢？哎，也不答应。
我说你们很聪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包括他们的教授啊，最后我告诉他，汤阿弥说的话没错，但是我们把他的话解读错了。哦，这个话提醒他们了，解读错了，所以你们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这就是你们对这个话半信半疑。那为什么解读错误？我说我们要提到儒，你们马上想到什么？四书五经十三经。那要讲到佛，你一定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的大乘经典。讲到道，你一定想到老庄。这些东西能救这个社会吗？你们天天在这研究，天天拿这个在做论文，你们看到社会这种动乱，你不敢下大雨啊。我说这些东西你们想的没错，这是儒释道的精华，儒释道的花果。花果从哪里来的？我用植物来比喻，花果是枝条上生的，枝从哪里来的？枝从干生的，干从哪里来的？干从本生的，本从哪里？本从根生的。我说你们没有这样想过，真的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过，找根啊，如果不找根，只是花的花果啊，你把花果采下来放在瓶子里供养，它是死的，几天就烂了，枯了。那当然不能够化解问题啊。那根是什么？根是儒释道三家的普世教育。这个花果那是专家，是真正有天分的人学的，不是普通人学不到的。那是什么？那是圣人贤人，普通的平民不是圣贤啊，甚至连君子都达不到啊。你要把他们教好啊。那这个他们都没真没想到啊。佛家的普世教育是善业道经，没人想到过。道家的普世教育太上感应篇也没人想到。儒家的这个普世教育这个根呢是弟子规，通通没想到。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如果不从这上扎根，你搞一辈子都是没有根的东西啊！你搞得再好再漂亮是假的，不是真的，不管用，你救不了这个社会。如果我上面暂时放下，我把这个根先扎好，管用，就像汤恩比博士一样，真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真能够拯救世界啊，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真能做到啊。我跟他们交流的时间虽然只有2个小时啊，2个小时是一个学校一个小时啊，对他们有启示啊。不从根本上下手，是你们的成就是儒学、道学、佛学。
啊，这个名词里头什么意思呢？知识不是智慧。啊，外国人的文字是从右到左看，啊，儒学、道学、佛学，我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跟它完全相反的，啊，我们是从左面向右看，啊，那中国看法呢？学儒、学道、学佛。意思不一样啊！学佛，释迦牟尼佛，要向他学习啊，学得跟他一样啊，就成佛了。学儒要学得跟孔子、孟子一样，学道要跟老子、庄子一样。你们想想，这汤恩比沃斯说的，如果现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几个孔子，出现几个释迦牟尼。出现几个老庄，这世界有没有救？有救啊！那要怎么？那要学佛、学儒、学道。啊，单单搞儒学、道学、佛学不行，没用处。啊，要学儒、学佛、学道，要从根扎根扎起，这扎根教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的啊！中国几千年这个教学，这个教学是家庭负责人，不是国家啊！家对于这个家学是非常重要。如果什么家里头如果不学，家就败了。家破人亡啊！啊，所以家不能不学啊！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因果啊，这样家庭才能够团结，才能巩固，才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啊，这是中国最重视的这个教学这样子来的啊，我们都要懂得，所以每一个家都把人教好啊，中国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太平盛世是这么来的啊，中国的家对中国的社会贡献太大了，所以齐家就能治国，就是说你能把家管好，你就能够管理国家啊，因为说国什么家的扩大啊，是一个道理。就中国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外国没有啊。啊，古代的帝王叫开阔取士。啊，就是用考试的方法。啊，你们来参加考试，从考试里面选拔人才。啊，作为过这个国家公务人员，管理这个国家。啊，所以那个根呢，教育的根呢，是家里教出来的啊。啊，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就需要两个字，一个孝，一个廉。啊，孝。对国家就能尽忠，对人民能负责，廉就不贪污，国家就要这两个字
啊，从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满清没有改变。世世代代，国家要的人才，从你们家庭里面培训出来的，啊，来参加考试。啊，考试有等级，啊，也有三等，秀才、举人、进士。啊，好像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啊，县考秀才，这一县里头优秀的；省考举人。啊，过中央这进士。啊，只要考取这个学位，国家就有俸禄给你。啊，考取秀才，国家供养你了。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粮食，大概一个秀才啊，一年可以拿到将近100担的米，那你就很日子就很好过了。啊，以前俸禄多半是一粮食十五。啊，你也可以卖钱，啊，你自己生活没问题。我们读经，读华严，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比华严还要精彩。啊，比华严经讲得更细更详细，啊，特别对我们生活，啊，极乐世界的生活，极乐世界学习的环境，真是超越一切诸佛刹土啊。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沉水相啊，莲花藏沉水相，众生闻者利一切罪业，皆贫清净，这个功德太殊胜了啊！闻到这个相，烦恼习气都能够断掉啊，一切不善呢，自然远离。再看下面，血山有相，这都是华严经上经文。血山是喜马拉雅山，啊，名具足名相。若有众生修此相者，其心决定立住染住，跟前面的沉水相有同样的功德啊。底下说罗刹界中有相，名海藏，其相呢，但为转轮王用啊，罗刹把这个香啊进贡给转轮圣王，若烧一丸呢，香气所熏，王及四君皆腾虚空，游之自在。这香有这么大的好处，这样殊胜的功德啊，香气所熏，转轮圣王跟他的军队啊，这个四军是古时候的，古时候有步兵啊，有骑兵啊，骑是马，有象啊，有大象啊，所以他有四军，有水军啊，水军像现在的海军一样。那么这四种军呢，都能够腾空，都能够升到虚空。啊，游是游行，止是停住。啊，它可以在空中
游行也可以能在空中停住。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善法堂中有相，名相心庄严。若烧一丸，熏彼天众，普令发起念佛之心。善法堂是忉利天宫，忉利天王讲经说法的场所，叫善法堂。啊，为什么叫善法堂呢？忉利天主修十善业道，上品十善升天，就是升他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这个佛经上称为忉利天主。啊，所以人家的那里的标准上品十善呐。啊，相心庄严，天众啊闻到这个相，都会发起念佛之心。对，念佛之心有什么好处？我们前面学过，不学过不知道啊。事出世间一切的善念，无过于念佛这一念。这一念叫纯善的，这一念的功德超过一切法门啊，超过一切修行啊。所以这个法确实叫难信之法啊，难信易信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不能不学，不学不知道名号功德的意义啊，学了之后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了无比殊胜。再往上去，夜摩天有相，名净藏心，若烧一丸呢，熏彼天众，莫不云集彼天王所，恭敬听闻王所说法。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启示，天王啊，国家领导人啊，领导人经常跟大家说法了，教学啊，与中国古谚语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我们在前朝，在前清看到当时开国的这些帝王，康熙、雍正、乾隆，他们自己讲经说法，也同时礼请高僧大德啊，儒释道三家大德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经常举办呢、啊、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都来接受教育啊，所以他能有那么长的盛世啊，满清的盛世差不多有150年了啊，鼎盛的时期这么长很难得啊。怎么造成的？
教学造成，帝王好学啊，帝王奖励这些学术的人才。你看儒释道的高人都封为国师，啊，所以那一股讲学教学的风气从上到下，啊，在佛法每一个小的寺庙庵堂都讲经啊，没有不讲经的啊，金蝉佛子人没有啊，在历史上没有看到记载啊。啊，金蝉佛子是佛教衰了，不讲经了啊，这才慢慢兴起来。日本鸠山前首相啊，邀请我到日本去讲了一次经啊，虽然只有两个星期，有几位日本法师来听经啊，他们对我讲经非常重视，他说这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桩大事啊，告诉我日本人在400年前大大小小庙里头都讲经啊，日本把讲经这桩事情疏忽了400年，中国200年。为什么疏忽呢？西洋文化进来了，日本人比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早啊，应该要早200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间接传过来的啊，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民间保存的比中国好，你到日本民间能看到风俗习惯是什么时候啊？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啊，日本人穿的衣服，那个衣服店叫五福店啊。我们在去买日本的服装是五福店，五福什么？春秋是吴越呀，吴国，吴国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吴国的首都就现在的苏州啊。那吴服是中国的服装啊，不是日本的服装啊。所以到日本去一看，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全都是从中国全盘搬过去的啊，但是他们保存得很好啊，官方疏忽了啊，都市里变得大，农村里面还是保守的样子啊。那我们这次讲经在农村啊，仿佛是回到春秋时代一样啊，人民非常淳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在日本复兴呢，很容易，我觉得不困难啊。关键在政府啊，政府如果真正有意思来复兴的话，比中国容易啊，更好，那更在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桃李天、夜摩天、斗率天啊，斗率天中有相，名信度佛罗，于一生所系
菩萨作前，这个一生所系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弥勒佛啊，弥勒佛在斗率天的，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知足，这个意思多好啊！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了啊！所以补处菩萨后补佛了，他住哪里？住知足天啊，叫斗率天啊。他那个地方有像，叫现都佛罗。那么在弥勒菩萨面前啊，若烧一碗，心大相云，遍覆法界，普欲一切诸供养具，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也。弥勒菩萨威神加持啊，有这样殊胜的妙用啊，这个香云盖里头会变化一切诸供养具，你想用什么去供佛，它就变现什么。啊，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啊，现在人所说的心想事成啊，供养一切如来道场，供佛供法供僧啊，菩萨众是僧。妙变化天又像，这是欲界第五天花落天明多异性，若烧一丸呢，于七日中普于一切不思议诸庄严具，这些庄严具他们拿去供养第六天，第六天叫他花自在天，第五天是化落天，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通通自己变化受用，第六天的福报更大了，他不需要自己变化，第五天变化了供养他，所以叫他化自在天，那个他就是第五天，就第五天常常去供养第六天啊，叫他化自在，这是欲界最高的天啊。那么这样看起来欲界天的天主没有不讲经教学的啊，这是提醒我们要让我们重视事出世间法教学第一了啊，不教怎么行呢，都是凡夫也能不教啊，极乐世界不是凡夫，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还是天天在学习
啊，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中断。啊，换一句话说，到等觉菩萨还要学习。为什么？他还没成佛。真正是知无穷，学无厌。中国人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啊，不能一天不读书啊，不能一天不学习啊，啊，一天不学习，这一天空过了啊。念佛也是学习，啊，念佛要清清楚楚，我为什么念佛，我学佛的目，念佛的目的何在。啊，真正知道我念佛是求生净土，我到净土是亲近阿弥陀佛，是听他讲经教学，在极乐世界圆成佛道。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去上学去的，这个要很清楚啊。啊，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啊，拿到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佛陀，啊，硕士学位是菩萨了，啊，到那去拿最高学位。这就对了啊！所以你看看十方世界啊，四处世界通通都在学习啊。我们今天麻烦出生疏忽了教学，这出了问题啊，解决问题，把教学找回来。啊，学习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啊，不回归教育，宗教可能不能存在呀。啊，往后的宗教要教育，这个祈祷。那些仪式固然是有用，它不是正宗的，它是附带的。那附带搞这个活动可以，正宗丢掉就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